家好，我是聂西。好啦，好，这样玩捉迷藏过当然是鱼女。然后有人说这个什么时候玩双肩呢？因为这个捉迷藏呢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嘛，所以呢等到它结束之后还一段时间啦，但是应该不会等到结束才玩双肩啦，近期会玩好不好？近期会玩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捉迷藏很有趣，还有一些比较另类的玩法我还想尝试一下。对，估计尝试完之后呢应该就可以玩双肩了。对，好，然后现在先来找人。我在这附近而已，这没丢到。我打到了小女孩。鱼女呢？走掉了。没有，没有走掉。好，我丢到她了。补，没补到。好吧，我来补。OK， 那远处有一个讯号。有人说其实一个带触手，一个带牢笼是不错的。对，其实确实是这样，是不错啦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带牢笼。好，不知道有没有带。那时候待机的时候没有仔细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一样再继续来做。其实牢笼我没试过。好像也蛮有趣的，是不是？打到了，又是小女孩。有抓到吗？有抓到，有抓到，不过抓的时机并不是很好。对，而且牢笼其实好像，我不知道它时间这么短哦，我以为它时间会久一点的，但是没有。好，但是在牢笼里面是不是就出不去了？不知道魔术棒能不能出得去。好，冒险家被打到了。他干嘛？被发现直接不跑是不是？还是躲起来之后直接去忙其他事情呢？有可能。好，抓到三个人，速度还算快啦。我觉得这局应该不要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应该会赢。好，应该是转点了。通常有一点经验都会直接转点。他转了，对，看到毒鸡，不过转的很不是时候。被我发现了。哦，我看你能躲去哪里？这边不见了，毒鸡，这个垃圾桶。好，魔术棒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好 ，OK， 跳过去，拜拜。你要跑去哪里啦？好，最后两个了，两分多，平均一个人配给他一分二十秒应该够了啦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绰绰有余。挡得好。好人在哪里呢？这边都没有。看一下，这个位置吗？不是在楼下，是在这里。都没有，没有。使命丢都没有，到底在那里？赶快出来，不然我就要把你怎么样？找不到你也没办法把你怎么样。这打不到啦，在哪里？就这个位置没有错，还是在外面？这个吗？我在上面这里哦，原来如此，看到了。他刚刚在上面，我没办法打到他，我要丢你。所以他刚刚他是太激动了，被发现之后他太激动了，他直接就走掉了。对，他先感到恐惧。好，用了床。挡了一下，有回来换回来吗？换不回来。用了魔术棒，这个好，拜拜，被发现了 ，see you。好，最后一个祭司，刚好差不多用了一分二十秒左右。好，最后一个很难跑了啦，估计他是要凉掉了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赶快出来哦！OK， 应该会再出现一次讯号提示。舞女在那里，不是舞女，是鱼女。好，那里 OK， 看到了触手这个位置，他要跑吗？有足迹耶，正在跑。我直接用玩偶挡，是不是聪明？垃圾桶，就是那个垃圾桶，有丢到吗？好像没有丢到。有封起来吗？没有，被走掉了。最后一下，到底找不找得到人呢 ？OK， 又过去了，很会跑，非常非常的会跑，跳进去了。被鱼女给收了。好啦，下一局。
OK， 第二局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用冒险家要来玩一个比较浮夸的世界奇观，对。因为小东西其实不被发现，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嘛，对。这个我们现在玩个大的，我们要干一票大的，就是要，用那个什么，有人说是木头，木头或水管那个长长那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在能够到达的最高点，目前已知的啦的地方呢。就是一直复制，然后呢，做一个世界奇观，看看监管会不会发现，好不好？光想就觉得刺激啊！好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走吧。顺便垃圾桶，这不急啊，因为监管在那个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绝对不能马上去，因为很容易被发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埋伏一阵子，顺便找一下那个木头还是水管。我个人比较想叫那个是水管啊，对，但是有可能是木头。好吧，是木头水管，木材水管，圆的欸，应该是，我觉得是水管啦、啊。好啦，我觉得是水管啦、啊。那你可以觉得是木头，可以觉得水管，随便你，你高兴就好。好，我们先伪装一下，这是我的大舅，还有我的二婶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看一下，现在监管还没有在那个位置，有没有在右手边那高高的那个灯，小灯上面墙上面那里。好，我现在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。没有，这里灯这里。好，上面看一下，没人。哎，都没有在医院里面吗？那算是个老手了。好 ，OK， 在里面。但是老手有个缺点，就是这个任务能成功吗？有没有这个灯？这两个灯其中之一上去。可是水管上得去吗？不知道，试试看才知道。没做过这么荒唐的事情，因为。真的很明显呢，光是要靠近那里就已经很危险了。这么大的水管，怎么看都很明显的。好，上了去吗？看一下。哦，卡住，卡住。莫非上不去？真假？哎，上了去，上了去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上了去耶！要在那个灯上面。哎，没有，没有办法吗？还是中心点没有？哎，有吗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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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在灯的上面了吧？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复制了。好，复制，复制，再复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状。哦，规模很大哎，看起来超明显的，超级明显呢。这看不到真的没办法了，这随便用物你丢下就中了吧？好，不过很难讲，很难讲，我们还是要赌一下。因为毕竟从那个门出来之后呢，视线会在底下，不会在那么高的地方，所以看不到。除非是在外面进来，就看得到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一个来了，有一个来了，红夫人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他丢狗狗吗？指这里，指这里，他没看到吗？哎、欸，他没看到。这次尽管是两个红夫人吧？好，一个是真正的红夫人，一个是假的红夫人。哎，没有，两个都是真的红夫人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呢，等一下好了，又可以复制了，再复制一个。这面积越复制越大哎、欸。好，又复制一个了。真的很扯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是像天然的、啊，超人工。好，这真的太明显了啦，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反正我买魔术棒了，被发现之后就赶快跑。好，完了，又接近了，是不是？我听到狗狗的声音了。哦，另一个红夫人，他也没看到。你们在附近挥有没有？他的视线都在下面，不在上面。但是这个距离往回看就会看得到。可是他没有啊，好险他没有往回看。再复制一下，到底变什么样子嘞？好，变这样子了，各位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好像艺术品哦！天哪、啊，这算是圣心院最伟大的艺术品吧？要自己讲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剩最后一分钟了，触手未来。哎呦，被追被追，可以稍微转一下炮火。哎、欸，不过他这边很尴尬，他这边打导线自往这边看，绝对看得到我，而且触手在这里，死定了。准备要跑了，狗狗又指我这里，好，真的死定了，真的死定了，剩30几秒。
用来触手，他丢他丢物理，但他没发现，因为他那种丢法是绝对没发现的丢法。我该不会真的能够这样全身而退吧？天哪，太扯了！再复制一个，再复制一个。好，天哪，各位，天哪，一直出现触手，那没发现上面那么大的物体，这红夫人应该是瞎了吧？啊，真的很大哎、欸！我就在你上面 ，Hello， 哟吼！时间到了，要不要帮你预约一下眼科的门诊啊？Long, long ago, a tale was born in the mist. Monsters roam, a land of mystery, a hunting ground. Welcome to the dentist's swamp.